老板要这两份蛋糕，我爱吃这个蛋糕。小朋友，你不能吃这个蛋糕，这是我们选好的。哟，怎么不能吃啊？你付钱了吗？哎，我付了。阿姨，你怎么这样？哼，儿子，有个好妈妈是不是很幸福呀？嗯，好吃好吃。屁灯，怎么办呀？妈妈就快要下班了。别担心，我这份先让给你吧，我再等下一个。谢谢屁灯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，您辛苦了，送您一个蛋糕。好孩子真懂事儿，来，我们一起吃。阿姨，您说有一个懂事的乖宝宝是不是很幸福啊？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你看人家孩子多懂事儿。啊，